帮大黑武士遇见小黑武士，又会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？这是啥？给我玩一玩呗。咦，这玩意儿是怎么开的？光剑都不会开，这黑武士别是个骗子吧？来来来，我帮你。就这么简单啊？好尴尬，幸好我戴了头盔，别人认不出我。剪头发对于大多数小朋友来说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。我讨厌剪头发，这发型师一看技术就不怎么样，我也很丑，让小朋友们怎么看我呀？什么时候才剪完呢？宝宝最爱吃苹果了，太好吃了，简直！我爱苹果呀，好撑，好撑！不行，我得去溜达一下，消化一下，继续吃。苹果，你乖乖等我哟！我的天，今天正好说天上掉苹果了，爽翻了呀！溜达完了，该回去吃苹果了。开心。我的苹果呢？我的苹果呢？明明放在这里的呀。你找啥呢，哥？你偷吃老子的苹果？没有啊，这儿除了我只有你，我刚刚听见你哥了。太过分了，要疯了吧？好气呀，我可爱的苹果呀，刚吃了一半呀。